吴台清谷繁华地，天爱元宵引灯戏。这位祈求家庭美满、天下太平的灯会，从南朝至今已承袭千年。2020年的一场寒冬，让这场天下第一灯会一夜寂寥。但金陵城中所有人都在期待着千灯复燃，祝愿这一世的喜乐平安。3月12日，十里秦淮的灯终于又亮了起来。情况